我是欧老师。还记得上个星期老师教你们的题目吗？我的身体，对，我的身体有什么？对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头，对了，这个手，这个口，这个对了，这个是耳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进行第二个华语哦的主题。好，来，我们看这边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读一次哦。我的课室，再来一次哦。我的课室，什么叫做我的课室？我的课室就是，比如说你去到那一间学校，你在上课的地方，就是你学习的地方，读书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课室。我们今天老师教你们我的课室四个生字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一个哦。好，来，书，再读一次哦。书，我们书可以读成什么呢？我们看哦。好，来，书本，再来一次哦。书本，对的，书本就是你们平常看的书，就是叫书本。好，第二个嘞，笔，再来一次哦。笔，笔的话可以读成什么？铅笔，对的，铅笔。好，铅笔是什么？对的，拿来写字的那一支东西就叫铅笔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三个哦。第三个椅，再来一次哦。椅，好，椅我们可以读成什么？对的，椅子，椅子，椅子是什么？对的，你们坐住的东西就是椅子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四个哦。桌，再来读一次哦。桌，桌的话可以读成什么？桌子，再来一次哦。桌，桌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把东西放在桌子。现在老师要给你们进行一个游戏哦。好，来，你们看老师的手上有些什么？对了，这些都是图片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图片是什么？对了，铅笔，哪一个铅笔呢？一二三四，哪一个？对了，第二个，我们连上去，铅笔，对吗？铅笔，对，铅笔，对了，很好。来，我们看第二个图片，这个什么？书，对了，书，书我们可以读成什么？书本，对了，一二三四，哪一个？对了，第一个我们连上去，对吗？书本，对，书本，对吗？对了，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三个，第三个这个是什么图片？对了，桌，好，桌在哪里？一二三四，对，桌子。好，来，哪一个呢？对的，第四个。好，来，我们连上去，桌子，对吗？桌子，对，桌子，对吗？对了，很好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最后一个，这一个是什么图片？对的，椅子，哪一个呢？一二三四，哪一个？对了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椅子哦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老师教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